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 Wilson。今天我的狗，它喊叫叫我伯伯带它去大便。然后我们现在介绍这种书，来介绍这种书。我先来介绍第一本是这个高原霸王，它有主角人是大脚。羊和大 vs 大野牛，这样这本书，然后他的是这样，怎样讲呢？我刚好买了一个很特别、比较很好看的书，而且他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这样，他的是这样，大家有看到吗？然后第二本是海洋鳄图，然后封面是这样，然后故事是这样。第三本这个虎度毒毒将涂凉雪，这本也是我刚买的，是这样。第四本草原最强，这个有象王和犀牛王，这样。来，这个是群兽乱斗，这个有一点比较有好看的，可是有一点，有时有一点又不好看，这样很奇怪，是这样。第五本，霸王大对地，就是这本，这本有一点好看。你们讲这种是漫画还是很好看的吗？然后最后一本是王子在智障队，这个是这样。Alright， 如果假如你们喜欢这影片，要 like and subscribe 这影片，要开小叮当。如果这个我今天太早了 ，morning， 我们明天再见。我们希望这个可以很多人看 ，OK， 拜拜，早上好，再见。